家庭种植小课堂开课了，今天跟大家分享利用废弃编织袋在露台上种植草莓，变废为宝，带来收获满满。种菜就像种花一样简单，草莓丰收了，我们一起看看它的种植过程吧。首先，我们把一颗成熟的草莓种子取下来，放到育苗盆里进行育苗。小苗出来后，我们进行建苗。Thank you.